忘了有架飞机了。我一直我的思路在那个炸弹人身上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有个人一直跟我说让我把炸弹人撇了，那个人很讨厌。发黑魔只多50点法强，那不是所有人全多50点吗？谢谢林中一飞鸟的钻石粉丝。我要灭了！你说你除了会爆点狂徒，你还会爆点什么？什么变异？平衡终于一切。这个变异没什么用。谢谢林中一飞鸟的钻石粉丝啊，感谢。我要灭了。哪个露露？自我修复，逆风斗志，自我修复啊！平衡终于一切。算了，我上个老头儿。哎呀。万呢？我想要个机器人儿哎，但我又不想卖老头儿。没事没事，这波应该能给钱的，这波给钱完事儿。那万一给钱，他妈的他给个艾克，我这咋整啊？他给艾克，我就把卡萨丁撇了。哎，舒服了。别急啊，我看看。把这炸弹人先给他扔了，先升个级，上个山妖德尔人，再上卡萨丁。黄图给到卡萨丁，保护住飞机。我还需要一张乌鸦。咋办呢？炼金肯定是随便拿的，炼金肯定随便都能有炼金。那我拿炼金吧，我不拿乌鸦了。OK， 我拿炼金。海克还是可以，露露撇了，上这个。这首狂徒卡萨丁也是无敌了，兄弟们。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这把是连胜还是吃约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全是妖德尔人，我们也是啊，他们全是妖德尔人。这把所有的全是妖德尔人，我们一个狂徒卡萨丁往前面一站，直接无敌。谁也打不够，看着没？我看了一眼啊，全是妖德尔人，一骂一溜烟儿，全是妖德尔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直接升，上个机器人。选了个自我修复，到现在没上去一个东西，这怎么整？
那没办法呀，这考萨丁升二了，那你咋整？变一个。我操，这也能输啊？哎，这炉灯是真恶心。你不能让我碰点别人吗？我佛了，哥，我想骂人，但我又觉得吧，也没什么必要，还是别骂了。我真的很想骂人，我不搞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碰他。你碰点谁不行啊？大剑拿一个，我建议拔着走。正在路上。卖哪个才能攒10块钱呢？约一下呀，这卡利息不难受？难受啊，难受咋整啊？难受你没得撇呀。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你虽然卡钱了，但是你吃腰的人了，是不是相当于 你还是没卡钱？是不是？没什么问题吧？高于一切。发明家呀，我希望这把可以给我来个发明家转。我要灭了。我走把七发明家，七发明家谁赌谁呀？刀锋吧，刀锋感觉可以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卡萨丁那就可以扔了，他的任务完成了。这对飞机来说很不公平。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
他这也太垃圾了吧。这弱的就离谱，这个人。不是自降战力，那卡钱了，那咋整呢？你说。这个没问题。现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三吧，也就三能有点用了，你说别的也没用。电火花吧，电火花。升级也不上乌鸦，上机器人。艾克这本鬼书还是可以的，我都不知道拿啥，我不知道谁组谁呀。老说杰西、萨勒芬尼组谁，我感觉这把能出发明家转。他都出自我修复了，你说他还能不出发明家转吗？出，我觉得是肯定能出的。啊，我觉得是肯定能出，但是到底是谁组谁，这是个问题。你老说那杰西主 C， 那杰西后排啊，杰西杰西后排巨杀不进能行吗？萨勒芬尼尔不行，他塞不动那英雄。这个没问题。如果存在限制的话，那我怎么没找到他们呢？
觉得我根本没办法活着看到杰西。哎呦我操，那我给你活一把看看，小伙子。我现在就是吃妖德尔人，我没乐意上质量，你知道吧？我主要是为了钱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，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应该能给钱，没事，上个机器人先。我来了一句，嘿、哎、我觉得你根本没办法活着看到杰西。哎呦操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天，我活着看到了，然后呢，然后该怎么办啊？我应该上五发明家哈，上五发明家巨熊。我现在弟弟怎么样，上个五发明家，把这妖德尔人撇了。尝到失败的滋味了吗？我想你会习惯的。巨熊一枚，鬼叔给一个吧。鬼叔给一个，倒妹来一个装备吧。下轮如果输，哎，算了，别磨叽，不磨叽。焦躁不安，输不输，我也得找五费了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你维克多主 C 吗？那刀妹儿，我扔一手啊。刀妹儿先不要了，维克多给我来一下子。巨杀法爆，维克多。七发明维克多，巨杀法爆。哎呦我操，这蛮子给我维克多给我砍死了。还是五块钱的法爆。
化乐分泥呢？来一张。拿钱走人。金克斯的含义就是金克斯。塔姆不要了吧，塔姆应该要不了，不要维克多了。维克多是我救命的大兄弟，这维克多怎么能不要了呢？塔姆可以不要了。哎呀，我要求上主宰小巨人吧，要么就原计划植入，没有发明卵。哎呀，有点烦，小巨人吧，没有发明卵。日间正难都是宝贝儿，换机器人，那就这样了，那就这样了。四级克一会儿三件全给了，一共给四个人，一二三四，四件装备全给了。我应该没什么血量能上了，我现在就上个二星刀刃，没了。你会尝到我没上剑了滋味。别换了，换呢？你刀刃换 EJ， 你不没有发明家了吗？上九两星维克多，我上九能上去吗？我这质量，我这质量上炕都费劲吧。给点散件，一个攻速，一把大剑，一个魔抗，一个锁子甲，攻速大剑魔抗锁子甲，四个鸡。就给一件装备啊，刀妹升个二吧，升个二能上。分泥换老头，但是现在唯一的两星老头还是算了，换了。刀妹上个二先。金克斯给羊刀得了，还是给两件装备，给个羊刀吧。我这 EJ 要不要，我感觉没啥太大用，为啥呢？因为反正我也没散件，我要它有什么用呢？基础装备变护盾，我这又不是基础装备，是不是？少了几百的盾，没少，没有盾。你看啊，我现在是多少盾的呢？这应该是这么一点啊，这么一点。然后我们上 EJ 再看看，上 EJ 再看看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我瞎编的，放屁。
换炼金。对哟、哦，换炼金不就完了吗？炼金可以下呀。你不你刚才那个盾到这儿吗？不就看看这回这个盾到哪儿？少了个前排，好像是加了。挑战是真像个人呢、啊，这挑战的。银血剑给谁呀？给杰西呀？怎么地儿吧？哎呀，都拿了，那这怎么整？拿都拿了，别叭叭了。大呆不放屁。有没有二星维克多呀？伤害真低呀，虚区真是低。我现在我已经打不过那狼人，狼人确实是太吓人。炼金不拿吗？炼金我都准备撇了。这狼人咋这么烦呢？哎呀，狼人打不过呀。快来个黑魔治治他。上个塔姆吧，九级上塔姆，能拉到九五的。必须的，蓝 buff 老头。让我弟，我们这么的吧，我们下一轮要是输了呢，我们就不弟了。我们要是赢了呢，怎么个意思呢？我想想啊，杰西是60点来，蓝给杰西，给呗，可以给。我要是赢了。我就升级，我要是输了我就地，因为这40%这个概率啊有点太低。
递不着啊。哦，我还是地板啊。希望能递个二星杰西，但我估计够呛。八级第五费卡，递两星还挺费劲的，指定是没有了。你看着我这钱都得白花，你们自己看啊。真正的探险家依据的是心中的罗盘。如果存在限制的话，那我怎么没找到他们呢？你看那八级五费卡概率没？钱全得白花，没用，递不着。你看，你这钱全白花了，没有一没有一个递出来的质量，全白等。现在艾克升不升三也没用。运气不行，不是运气不行的问题，他就是定不出来。现在的概率不，哎呦，现在的概率不一样。现在我可以狼吞虎咽。也就递这么一个玩弄了。完了，我打不过他，咋整啊？维克托往后边点吧。散开蛋吧，前面放个大熊。啊，瞒着！那狼爷我打不过。没有人给他送走吗？要有人给他送走就好了，没给他送走。哎呀，给他送走，我打这两家其实我都有概率能打赢，我打这两家都能打赢。这家可能不一定能赢，但是也不会输得太惨。这狼人他这把他不应该拿第三名，他这两家他都打不过。没有人能给他送走吗？快点给他送走。我上个厕所。死没狼人，死了吧，谁也打不过。他上轮打的谁呀？他打的这家吗？现在
怎么还有这巴海克斯还能玩的呢？他打的海克斯，我感觉这海克斯打不过这黑魔，我感觉打不过。想上别上那维克托，那维克托是个屁！你还有你这后边那些玩意儿能卖卖不？你留那老些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你卖卖呀，一轮死了。你看，我就说他打不过这黑魔吧。这卖卖，赶紧提提质量。轮着妈删不了，你不用就一轮了，直接撇了得了。你把这个撇了，你把这个也撇了，你赶紧把你那熬夜波比或者是对你提提质量吧。你哎呀，操碎了心了，真操心了。这轮感觉海克斯赢了，海克斯金克斯二了，加十，兄弟们。没想到海克斯都能吃鸡呀、啊。